要开始要慢慢的跟，我请请一个第一会长好了，对吧？第一会长对。是给咱公会部啊特使哦。嘿嘿，就咱这个陈队长。我的林队长，以及苏萧市长，大家早安。早。早安呀！那你刚才这个一百年元旦时阵，大家聚聚一堂，外面真冷，但是感觉咱台底人非常温暖，看到大家欢乐的眼神以及亲切的笑容，感到心中呢非常有活力。在此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事如意，健康，谢谢。接着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总会监事，我们的林监事，好了，跟我们讲几句那个祝贺。会长，两位副会长，我们诸位呢，劳苦功高的诸位前会长、前会长夫人，最敬爱的我们的师兄、师嫂、幼师们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中华民国进入第一百年，这是感动的一年。新庄国际狮子会也进入第36年，慢慢的，永续进也会到达百年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虽然住在台北了，但是我从潘国翁啊当会长第一年就来新庄会见习，杨宏达先生。那时候我称杨宏达先生，现在我们的这个新庄会也是我们的指标会长啊。我跟着他呢，就进入新庄会真正的这个大家庭，这样也过了26、27年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以前我们阿伟系长，今晚已经最光啊了，所以说我们新庄会啊，进入这个新庄会的百年了、啊。也是有一天指日可待了，但是还有赖我们在座诸位啊，先进会长啊，还有现任会长、副会长，希望能够再邀请，这个社会精英啊，年轻的社会精英，起码要5到10个。那天我跟我们导师啊，这个杨会长啊，我们几个还有陈会长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在聊天，新庄会呢。大家都是啊，很资深的这个领导师友，非常好。但是我们今天的 F 四还太少，应该再加3个 F 四，那新庄会呢能够更发扬光大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